棚里一边烹煮猪脚面线，另一头盛起猪脚面线，在熟练的装进袋子里。蔡小姐不疾不徐的在点心站内张罗收拾，一碗接着一碗盛装对妈祖的感谢。信赖吧，感动。蔡小姐讲到几度哽咽，因为母亲12年前罹患癌症，一度收到病危通知，当年向妈祖祈求，只希望能有所逆转。如果让我妈好起来的话，我们就继续还愿，还7年。但是我们有能力，我们今年第12年了。新欢感谢来发送点心的还有这位父亲，上千份的油饭与饮品只为奉献给随行香客，每一份点心背后藏着一段暖心故事。他去镇南宫宝贝啊，他就说会有一个女儿啊，哎呀，就跟他说要说一个生一个女儿，他就给我生女儿。为求养育机会，原来是妈祖志工还愿筹设点心站，一做就超过10个年头，总算让他获得一个女儿。还有身穿衬衫的妇人投入点心站当志工，也是为了儿子多年前出了重大车祸，祈求妈祖救儿子一命。妈祖在阮兜菜，迄阵我的囡仔，迄阵都车祸，车拢破一条去啊，但是吼人拢袂紧。妈妈妈祖救我，妈祖救我！大甲妈祖绕境，有人出钱，有人出力，沿途奉献达县的点心站，各有一段感动的暖心故事。三立新闻中部综合报道。